广告之后，欢迎大家回来。今天呢，做客我们天天地产的节目嘉宾是来自家中置业的 William Gu 和 Irene， 非常感谢他们的到来。那下面呢，就进入到我们的有问必答环节。通常啊，在这个环节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很多关于他们在买房、卖房，包括投资方面的问题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来问我们的嘉宾。第一个问题啊，我们观众朋友问了说，因为很多涉及到买楼花时候的问题，那在买楼花转让啊，什么是楼花转让？那楼花转让是怎么样的贷款形式呢？嗯，好，我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楼花转让呢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，因为呢随着这个多人多呢，寸金寸土呢，越来越多的人呢也选择呢住进 condo， 但是也有很多人呢把 condo 作为一种投资。但是由于呢在最后交接之前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呢，他没有如期的可以去拿这个 title， 就是说 closing， 我们说 closing，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必须呢把这个楼花呢转让出去，这个就叫做楼花的转让。对，楼花转让应该还是非常好理解的，只是说比如说我现在买了这个楼花，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在 closing 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住或者是继续怎么说延长住下去，是，所以呢是我现在把这个楼花转让出去。对，那如果转让的话需要这贷款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模式呢？对，这个也就是讲到多数不能够如期的住到自己心仪的房子投资呢，也就是因为这个贷款的问题，因为政府不想把这个楼花炒得太热嘛，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投资的太多嘛，他拿不到贷款的时候，他必须把那些剩余的unit 或者他投资三套两套拿不到贷款，他就要转出去。当转出去的时候呢，那个接手的那个楼花的，就像买卖房子一样。但是很多人会 confusing 说，因为楼花当中有一部分是他的 profit， 就是他的利润，这是一种双赢的这个过程，对吧？卖出去的人他赚到了他利润，买的人他拿到了优惠的价格，但是他的作为这个贷款来说呢，它还是根据当时开发商给的这个价钱来贷款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很多人就以为是市场的价格，不是的，所以呢对买进来的人来说呢，应该这个贷款呢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位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问的第二个问题，应该是考考 William 了。那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非常好回答，是一个 general 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刚刚今天呢也是提到了 condo。 那说 condo 啊，在升值潜力和自住功能哪一个会更重要一些？好的，我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在我看来呢，condo 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工具。那么如果是从自住功能和投资功能这两点来看呢，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一定是做到这两点同时实现。那就是为什么呢？通常我们选 condo 的时候地点很重要，这个地点就是说是一个既有增值空间，然后同时呢又能让你很舒适的住在那里，那么是两个功能同时实现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在挑一个 condo 项目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两点，一个是要挑开发商，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挑这个房子的那个地点，这个地点是不是有升值的空间呢，这个地点是不是自住也很方便呢。因为 condo 的自住功能的体现呢，就是说 condo 和 house 其实是一种不同的生活的style。 因为住 house 的人在加拿大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寒冷，那么到了冬天你需要扫雪啊、热车啊，但是如果住在 condo 的话，这一切你都不用再去自己操作了，那所有的你的管理费就已经包括了你享用这些方便设施。因为那大楼物业呢他会帮你做扫雪，然后你的车停在车库里，对车也比较好。然后呢你自住的话，如果是有朋友来可以使用 party room， 如果是你想健身呢有健身房，你不用去交 membership 的 fee。 然后呢如果你想游泳如果是你想去唱歌或者是看电影， condo 里面都有很多的那个 facility 你可以使用。那么这就是住 condo 的一个自住功能的一个体现。
可以说是配套设施应该是比 house 完整很多的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不用足不出户就可以做很多这些 gym 啊，包括去游泳啊，去去做 spa 这一类的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说 William 觉得说投资和自住应该都是非常重要，但是呢有两点，一个呢是说要注意一个开发商，再一个呢就是地点非常重要。那您觉得，因为很多人提到说买 condo 只能买在 downtown， 因为是 downtown 投资应该是最好的，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这个问题的话downtown 自然有downtown 的优点，但是呢downtown 目前的价格呢有一点偏高。那么同样的在 Yonge Street 的话，如果你在 downtown 的location 的话，通常现在已经在680到700块钱一尺，而我们现在想推的这种项目呢，通常会选择一个性价比会比较好，那就比如我们最近推的5959这个项目，它只有平均价在522块，那么的这样的那个价格呢就很有价格优势了。但是其实租金的话有可能只是差个200块钱而已，但是你的投资回报就会高很多，现金流方面。对，是。所以 William 觉得说现在 condo 啊在 downtown 的话有点是有点贵，但其他地方呢有比如说像 Yonge Finch 那一类的会有更性价比更高的 condo 对需要投资。对，好的，那让我们一起再跟随着图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William 和 Irene 今天带来的这两个房源。那第一个呢是位于 Yonge 和 Finch 附近的5959 Yonge Street， 那户型呢有非常多的选择，有一个卧室，有一卧室加一旦，两卧室和三个卧室，面积呢是从500多平尺到1000多平尺不等，房价呢是28.2万逾起，管理费呢是5.4毛每尺，入住时间呢是2018年7月份。那第二个物业呢是位于 York 和 Front Street 的一个 condo， 那它的户型是两卧两卫，是一个高层湖景朝东的 condo， 那它的楼下有一个 path， 在这个小道啊是可以直接通 Union Station， 面积呢是747尺，带车位以及 locker， 房价呢是468000余起，管理费呢是4.5毛，入住时间是2015年5-6月份。所以呢对这两个房子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及时与 William 和 Irene 取得联系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